每个瞬息都让我不能平静，我喜欢你，因为这最简单的原因。这真的是漫长的一个晚上。今天卢浮生跟我摊牌了，原来我们都喜欢上天鹰了，然后我们还一起说好要比赛追求天鹰。其实我很怕，我怕天鹰会不喜欢我，我怕我会因此而失去我最好的兄弟。你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？我赢得了这场比赛吗？不过我知道圆圆你会永远支持我的，所以哥哥不会让你失望。我会像保护你一样保护着天鹰。你小心一点，你小心一点，刚刚做完手术，没事吧？我说这位姑娘，你嘴上说不要，但身体却很诚实吗？啊，要不然你怎么会奋不顾身的替我挡那一枪呢？你误会了，我以为你是许星城。那不管怎么说，在危难时刻是我一把把你推开，然后替你挡了一枪，对吧？我好歹是救了你一命吧，你怎么连句谢谢都没有啊？洪家二当家，请你搞清楚，是你仇家太多，杀手杀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还是受害者呢。哦，对了，你确实是救了我，那这碗鸡汤就当答谢了，喝吧。喝？你不喂我呀？不要得寸进尺啊！好，自己喝就自己喝呗，这样像对我罗福生来说算什么呀？洪家二当家的，根本就无所谓，根本就啊！哎呀，我自己喝没问题啊。行了，别折腾了。好喝吗？啊，哇，太好喝了！来来来，再来一口。有没有想我？许星辰，怎么是你呀？啊？那许医生在这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。哎，你走去哪儿啊？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这么走了？鸡汤你都喝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一碗鸡汤就要把我打发了？这样吧，你从明天开始，每天到医院来照顾我两个时辰，一直到我好了为止。罗浮生，嗯，签证。签条。你。还有这个也签一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还欠我三个愿望呢，这个算是第二个。卑鄙！对，跟你比算什么？好的。我还无耻呢，啊？还有这？好吧，答应你了。不就两个时辰？说话算话，我们一言为定。